隔壁还有，七哥，隔壁七哥。我以为我能抓个毒打。真人，真人不是七哥。真人吗？真人。又落一个，两个。我刚才都没打他，我服了，他穿的是挺像人机的。就三楼有一个呀。 怎么在三楼？还有隔壁还有，楼里面来了一个，他出来了，被他们都冲我们这，我一楼里面很残。OK。 这是我的，我操，吓人！没事，没有困。我以为我能去抓个单，他妈一抓抓那么多个。加油！这个包有冲锋枪，快控！没有冲锋枪，有冲锋枪吗？ 稍等，好像都是 AK。我现在，有二甲吗？别跑，鸡哥！给点那个什么UMP子弹行吗？这个包很多。前方有危险。 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再捡两个雷吧。空投前面。你们都是二甲吧？对啊。对。出来给弟弟换一换，弟弟也想去二甲。那不必须的吗？ 按道理，这个风楼不太好捡，大仓顶上有人吗？现在？我的天哪！捡过了，三级甲。有三甲。哇，怎么会有一个全新的三甲摆在这儿？太肥了那一队。小鹿，小鹿，你多大？小鹿。 我98年的呀，我98年的呀。操！我一直感觉你是00后。怪不得你开保时捷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梗是过不去了啊，小哥。早知道就不装那个逼了。 怪不得你开保时捷，服了。像我的自行车，哎呀，顺着足迹，这什么情况？打一半放弃了，在前面。都打完了。 我靠，这肯定是一两个人就在打。我靠，追了这么大距离才追上。确实。加油加油，兄弟们！没有啊，没有。跳什么？哎，在这儿。有，有车。没有吗？没找到人。车库里。没停。没有。车库好像。你们看一下，我来摘。刚水里有人，哪个水里啊？ 这你都能看到，是不是看错了？走了，超过车门。哎，这怎么还有呢 ？OK， 我都不太舍得喷，这怎么还有个蹦蹦啊？
多大的烟？机车里，你绝对看错了，我都没看到。好多人还在楼梯车里面。你的意思是往上面逛逛？ 对，双下巴怎么？好哥哥，不上班了？行不？怎么旷工了？怎么还？有钱我不买二年迈腾，我要买07年二手帕。小鱼到启动成功。没有回应啊。 这两天老是在抖音上刷到那些车评人在那骂那个宝马跟保时捷。没车，二级甲，哪里二级甲？我看人家那个玛莎拉蒂的过户次数贼高，过户十几二十次。哪里二级甲？玛莎拉蒂。 多少钱？有点年份的过户次数都很高。在哪儿？是在机动的吗？但那种车过户次数高，它也不会贬值，会有人买的。我操，一桶油没有，咋整哥们？哎，找个名字，兄弟们，找个名路。咱不用出去找车了。那个车我预计开到桥头。第一栋，一楼。 我刚才在这里面捡了两桶，捡了两桶，我都捡了。OK。大家这几个人没帮没有？有两桶，我都捡了。哦，看到。刚刚拿的一桶。哦，还得是你呀，还得是你们呀。我看到吉普了，其实。眼睛真尖。好的。 都是慢慢开，不带喷的。今天周四，明天周五。落到门外墙。真的没有啊，逛了一大圈了。要后天才能休息。简直这么痛。 我都没用力，你每个周六早上休息半天。撸狠的，昨晚撸狠的。这波你看直播很认真啊，可以，表扬一番。前方有危险。可以换。 之前被人换过的，好吧，我请假，我每周六早上请个假，好吧，望领导批准。绝逼有人还在楼市城。妈，这盒子是绝逼啊，是必须的。那个这种皮肤太多的，一到比赛，对不起，是我飘了。还好没皮肤，开那个车老烦，哎。 我是挺喜欢看这种小白车的，真的小白车比这个车难开多了。小白车很容易翻，就很容易就喝一下酒。
战况有点激烈，这楼上面不会发四个人吧？应该不会。我靠！这里这个头屏又断了。天！我咋没？我看到了，他在上面。有！哇，他怎么这么硬啊？我操！ 我操，他劈在兄弟们！击杀下不来啊！对，我操，队友下不来。他有龙，有队友上去救他了。没，他没飞上去。我这地方还不好丢人。哎，我服了。哇操，这他们！哎，又楼梯来上来一个。 不是一堆人啊！对，就在拐角救人呢，右边！我操，丢个雷的功夫，给我补了，服了！哇，这呆包！我操！我都跑进去了，然后我一看，清风咋没了？ 清风冒烟，我刚好瞄那个，哎，我他妈怎么还有自救啊？退了！哇操！我还看淘汰会放呢。真救啊！他怎么一会拉个人在另一边？淘汰会放看不了，算了，不看了。不想看自己怎么死的。 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！清风盒子冒烟，刚好我他妈还看不到上面的人。他要是有个特效枪，我应该能看到。那烟老厚了。沉静点儿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航线也很垃圾。那要不再退一次啊？清风打不打这航线？这个航线退吧，退吧。说退就退。 然后我换个头盔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 退吗？<笑>退呀、啊，经典！我操，退呀、啊，退呀、啊，退呀、啊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 加油，特种兵！咚咚咚！咚咚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什么时候比赛？二十几号吧，二十几号，还有一个星期。然后今天那个然后这个星期啊，不是今天，这个星期六啊，有个单字 ID 的比赛，就是所有人都是单字的，然后在一起比个赛。谢谢奶油鸭的办卡，谢谢。没什么人啊，这把怎么？就两队，太少了吧。有人吗？我感觉咋都没人呀，就两队人。中啊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下面上房的上来了。先回打，先回打。他在围城。我给你丢个雷。死了，这边一个，好多好多好多，慢点慢点，屋里还有，我帮不了你们。倒了，这边要来了，你们点上了，又倒一个。哎，这个最近阳台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。没了吧？我这边补了一个，倒一个，那就没了。我脸上。OK。倒一个，倒一个。后面人机。前方有危险。打我，人打我的车，可能在龙上面，他们把龙给捂了。我操，我是做梦，那对联怎么开了？龙上面我看到了，我能秒他。还有一个，我操，这没打，真马呀！他救了啊！
哎呦我操！再倒一个，又倒一个，没了上面。一共就两个。我下来了，你不用补了，楼的上面的都补了。在哪里啊？你下来呢？在哪？你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你了。补了吧，我没队友在这边了，真没队友在这边了。我就不补。你多大了呀，妹妹？快补了吧。不补。没东西了。边上那个队友呢？龙的呢？上边呢？我操！我刚从上面跳下来。啊！哒哒哒哒哒！他妈！这儿没东西了，还剩了个四倍劲儿。五七姐，来啊来啊！给你整一把了，走。BB，对对对对对，卡，这头被困住了，先开龙去开车。这不很稀奇啊，冰雪来这么多，这龙牺牲来这么多、啊、估计快没了吧，像龙是不在主航线上，感觉都没什么人。龙石城这个模式太久了，会持续多久啊？我下个赛季要知道，他应该是赛季初，下个赛季更新前一个星期就没了，因为他赛季更新前前方有危险。看到了。隔壁还有，
倒了，马的一匹，蹭了一下头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哎，谁的幺六？冷静，冷静。我这里，我这里，你们打个样。嗯。打金毛，给我送。哪儿呢？二楼呢？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我在一楼。真的吗？我怎么听着那么怪呢？这两天。给我整的都不自信了，因为我听着在皇冠楼，说在三层楼，我也没敢说在皇冠楼，我听错了。我的第一个人是够惨的，一个回头四个人，直接怼脸上，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，居然是个。是挂，哎，有小布哎，双边，前方有危险，双边有人进 ，OK OK， 搞一分，搞一分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走走走走 ，I'm sorry I'm sorry， 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点了，我他妈想点枪头玩玩，我操，他妈一枪头就死了，我是那种需要让人机的人吗？咱凭实力上好吗？我操，有一说一，确实不是。哎，确实不是啊！妈的，麻了！你们开，开这个。哎，你坐他那个，你们三个坐一辆，我当头车。车机的时候到了，这个东西恰恰是我没有的。空投，嗯，你们有油吗？在前面，没有，我也没有。那个车会有车，你们可以换啊。我们车油还够，那就走吧。谢谢谢火叔，谢火叔的灵动晚会，谢谢大气，谢谢谢火叔的灵动晚会。三头三甲坏了一点点的，我醉了，醉了。谢谢谢谢火叔的灵通晚会。看这波有没有车？啊哦！哎，换吉普吧，对面车库也没车。换这个吧，这个新的。哎，机港有人啊，机港三仓。好，来了。他搁这装人机呢，好像。三仓前面集装箱这个位置，前方有危险，我们来喽。哎，这里前方有危险，来了来了，搁这蹦了两个三个三个轴步，哎，黄金配合，有人在我集装箱里面，好，两个，这这这，前方有危险，狙了一枪，狙了一枪，哎呦，还耍帅，还狙一枪，我的又，本来就是你是不是打他一枪就死了？耍帅，我不知道，我刚才那嘴先呱唧，我五十发子弹站他身上，来吧，
没狙头是吧？你他们有油吗？我看一看。我看他们说那个狙击枪那个九星啊，就是 D 步枪也是要打一发子的。我看到桶油，稍等。这打圣局啊，打右上局啊，我不知道。推空投篮，金针那个在基镇那边，不是在基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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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头先脚的这是个好东西，哟哟哟哟哟哟，哎呀哎呀，要一个谁打的我我操，那一枪没给他推死吗？啊，到侧面去了，我看到了。这边，前方有危险，有车，能扫。停了，他停了。上面还有个分嘛？你要打起来。我直接开狮子干。我的人都没跳，没补的。不是补了吗？教堂在上面最后一个。哎，直接先补下，下下下下下。我撵他们。哎呦我！让我自救。你离车远一点。我自救。前方有危险。他们有自救器，死了吧？灭阵了，灭阵，灭阵了已经。我操，这人穿着烟给我打了。我估计他人都没看到我在这儿乱扫的，扫了我两枪头。我看你刚顶过去就倒了。我看他倒了，我才顶，哎，被你们偷走了。哎，我下面防区打架呢，你过来吗？啊，他救起来了吗？先去他那边吧，他那边有人救。我这边打架呢。啊，好。我刚看到家长楼顶有一个，妈一局没救到他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笨蛋啊！没事，我卡了，一丝血，一丝血。
可以支线小盾，对。过吧，我扛到左边那个，我扛到左边那个枪线过来打我给啊。不是，我刚想翻出来打个卷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人从我侧边拉过来了，巧了。我都没用力，你哥。没人了。你刚才里边有人来着。教堂。废墟教堂吗？不是，就P城教堂。OK。你们刚刚打死那个国船小羊鞭还没死哦。我补了呀，补了吧。你们在那个龙石城打死的，那楼上面的人。没看到啊，是跑了。那个沙妹妹。在教堂顶上，我刚刚过路过的时候还追了他一只，一只。在我这儿呢。这回应该跑了吧？在我这儿呢。一个穿黄色衣服的。我刚才是不是穿黄色衣服的？救他。是的。K， 你真细。我想跟你多撞了一下，多转了一圈。哎，有动静，好像。没。狗砸，在我前面厕所，兄弟们，前方有危险。厕所。OK。这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国产小羊鞭吗？怎么这些人都想配全麦？真他妈的恶心！骂人！我不理解，举报他。输不起。根本有这个功能。我操，哥们儿给你开车过来，你不坐，你要跑去玩滑板。哥们儿，很正常吗？就今天起床有闻到羊骚味吗？羊骚味我没看，我操，有羊骚味，这他妈是美羊羊吧？我服了。怎么，你们又调戏小羊是吧？我操，这玩意需要我俩调戏吗？他不请自来吗？他就不请自来送上来。莫凡，你莫凡屌。闻到了，我在江苏闻到了。我操，没油了，真假的。啊，有双跑。这几个应该在水城里面吧？
对啊，我这边都爆过了。我刚才路过，我刚才试着从水前跳过，就感觉听到东西了。那么有东西的吗？我操，这都能听到。我拿外了，这个。我杀！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！你在玩什么？我操！你不会上不来了吧？这有车停着，有人。我操！我拆个，哎，这是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找两个。二楼。哇！哇！我都在楼梯没上去，我操！谁往楼梯扔个火？哇！哇！啊！我在一楼，人不倒了吗？哇！我操！我要烧死！我在楼梯就往楼梯扔火，我在一楼就往一楼扔火，是吧？火烧大拇指，感觉你们对我有意见啊？离开竞赛，我操！离开，他怕了。为什么这个时候能点啊？卡的卡 bug 吧，应该是。东西啊，我操！八千分！啊！算了，搞心态，我要换身衣服。可以，我的头带分八千，我以为你积分八千分了，我操！我说积分八千，我人傻了，还差一千分啊，指日可待啊，还差一千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看来我要多 KK 你头了。你是我上分路上的绊脚石吗？你要当？说实话，我感觉他俩是。嗯。好歹我俩还双次吃过鸡。这两个大演员。要不直接改这个吧，目前淘汰分直接写这个吧。我操，这面条送过来怎么都不写目标了，这个分我已经不上了。8005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离9000的目标越来越近了，请准备。妈说别打扰我睡午觉打呼噜了。Winking, baby. Hey. 哎呀，怎么有妹妹的声音？哎，对，放下手中的面，快，要贴了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他没捡到枪，他枪在我手里。救一下。救一下。打。我去打这只龙。五个龙，我没知道了，我没知道。你别正好编码。有要帮吗？门打不开。没事，他没有雷。哦，他贴啊，他就在那个贴。我们咋没研究你啊？这不盒子里面120发的 K 吗？
来来，进龙。我操！谁和我抢？没抢到枪啊！我知道。我连我枪都捡。教堂还有吗？教堂走了的。没有瑞了。什么？没有瑞了。有点味了。汽车还有。人机人机前方有危险，这里还有一个人机，两个人机呢。我帮他去勾引一下汽车那个。嗯，哪呢？哦，看到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啊！这真人吧？人机，人机，人机。人机，人机，人机差点给我打死了。有没有药包啊？我有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！是不是有个箭头？把龙搞下。再给你丢一个，再给你丢一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开龙啊！我操！嗯。你不就开到龙世城吗？我就把面吃了。来。大码头，嗯，什么战粉没排名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， 你们下就行了，我不下了。一楼和三楼。人机。你吃的什么面？没有米线而已。我今天中午也吃的安徽的面。安徽的面我都不怎么吃。安徽板面吗？嗯。老母鸡板面吗？老母鸡板面，安庆馄饨。我发现我最近的这个蚊香已经越来越大了呀。我早上要吃空气。这刚点的一根还没吃完。我操！我看你昨天晚上下了顿馆子啊，才燃了一半，我又接着点另外一根了。KK， 听说你昨天晚上吃耗子了。他那天出去，他 KK 那天出去吃了份牛排，给我发了十几张图片。嗯。我的妈！吃牛排不是天天吃吗？我哥，那次出去算是吃的比较便宜的。牛排，我这边我一般。对面还有。你以为跟龙哥一样，又有人机。前面有鸡哥。我操，这他妈去龙石城的道路有些许他妈的坎坷。我操！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嘛，去龙石城打人机，打那憨包，打着打的圈都没了，第一个圈都是。我操！小汉堡，不是啊，不是那个 KK。咋感觉没人啊？是咱的错觉吗？应该是真没人。不是咱，是你。什么意思？跟哥划清界限，我懂。分家了。比赛我要玩大炮。
哎，谁大小别？逼你有人。嘎嘎 K 头。前方有危险。他楼里面有一个。我把龙捂一下。中龙没得。哎，龙被他们捂过了，我服了。在我脸上，我操！我傻逼了。龙在他们身上吗？没有，我那个龙，我飞房顶，我飞出去了，差点没死。这个投掷完。前方有危险。女一楼。外面围墙也来了，你们打呀！我们在打药呀。没事。干啥呢？哇，这两个人很憨。我他妈原地起跳，战神起跳了，我操，兄弟！这不是基本操作吗？是吧？兄弟他妈战神起跳！我需要枪口。捡个三倍！我操，这三倍也没了，我服了！你们谁丢这么多二倍出来了？我真服了！这下应该没人。我靠，这里这么多盒子，可能没人。我靠，不爽。来晚了吗？对。那龙都被捂了。龙他都被他们捂了。就你那五个盒子。还有没有备件了？我来找一个。有，我现在有个四倍根。别吃我的包，我的包包。你的包会来了。真假的？别告诉我是对面舔的。我不太信，是这个一号舔的，怎么可能？我没舔。没事，这里好多包，标记了几百敌人的箱子，虽然都有点穷，给舔过了。走吧，我多一个快库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捡点子弹，稍等一下。怎么捡这么多药啊？准备扛毒吗？哎呦，内心有点躁动。没进来了，等一下他吧。有点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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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源不足了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很躁动。我操，家人们，好想上个厕所。嗨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别那么多快过啊！都是为你准备的吗？男孩子，总有那么几天嘛。我要提前包了。那刚刚那堆人杀的不少呀，为什么不是淘汰我？一人两个不就没了吗？我靠，不止啊！那个、这个石台这边全是盒子，加上那小黄区十几个盒子，那最起码杀了两双队。我操，这他们包在哪儿啊？都在你死的地方。我死哪儿我忘了，我去找找。前方有危险。自己大丈夫，大丈夫能屈能屈。舔完。
完的吧？我操，那么多盒！舔完的，马上马上拉个三包。那我先把三包拉了。稍等。好，就考虑手术问题了。我操！我的包里面还剩一件衣服。我怎么762我服了？有五六吗？一发五六没捡到，都没了。我给你地下分50。哦，我捡到了，捡到五六了。那么浓吗？龙在我包里啊，被谁舔了？不是我，他们的龙，我们这龙屁什么龙呀？哎，哎，这里有车，前方有危险！我飞过去了，我飞过去了。飞不过去怎么办？那就开龙过去。有龙吗？开龙。没有，这没人啊。没看到人啊。那你把车开过来吧。没人。一上车他妈四个人集火我。狗脚，就你想偷车。我开个蹦蹦。走吧。这把来吧，给你充电开车吧。只有20几个。嗯，鱼的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我们多退了几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把会很。什么意思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。走一个。我操！我下车怎么吓坏了？死完了，死完了，没了。啊！这又被你整上了。哎，打车了，我那啥。啊？这一队我没投，我难以置信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应该是他队友。应该是。嗯、我掉了。另外一队吗？我有自己。他掉一个。另外一队。还有几个？有自救吗？两个，你们先打，没事，我一打。我放人了吧？前方有危险。这个坡内有一个，要起个烟就可以了。我要吃雷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他，哎，这个他开车过来的，开车撞了。前方有危险。OK。我在烟里面，你们可以在。我救了。后面有人，小度。我知道。灰烟把后面的干了，灰烟把后面的干了。我没烟了，我三个烟全封了。把防区的干了吗？把后面那个蹦蹦。他跑哪去了呀？有他位置吗？不知道，他开了个洞子的。没有位置，又去防区，回防区，回去守定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两个前方有危险，
好了，火车倒一个。留个猫，留个猫，二打。这是，这是，这是。刚那个不是跟他不是一队的吗？那个人队友。那应该是另外一队。嗯，是第一队的队友。对。他可能绕回那个位置，又算偷了。坏逼，都没来得及打呀。废墟还是有人呢，刚才这还有一把狗砸，这三个人不知道怎么整整齐齐的，可能看到我们被他们炸了。跟上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有个车可以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完了，大马哥要带我去发财。那么远，那孔头，前方有危险。啊？我知道了。很远，很远。一小时。房顶，房顶，我知道。好多好多，下下房顶还有，大仓房顶吗？对，大仓房顶倒了，补仓没有，前方有危险，房顶倒了。没了，死了。血马，你跟他绕一圈，他没人。刚到的这队，你让你吓我跳。小屁人，海水房顶。你们偷到一个，你们偷到一个，我跟秀直接挂他。对。我们直接断他了。他们死完了。这两个。走啊，走。谁丢的？谁灌的呀，大仓？我丢的，我丢的。
物资车，我你妈以为有个吉普车。好性质。哎，我这大仓有人了，外面干拉了。OK OK， 就在外面，怕伏地魔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操！哎，我这有辆红蹦蹦。那个红蹦子就是那个偷我那个人。他是不是在上面给我看？哪里呀、啊？哎，趁前方，趁前方。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在跑。又是鸡哥，这把鱼塘局啊，这把。那后娃已经被我们宰了。我跟你讲，那红棒子肯定是偷我的那个。那里面没人啊，房子里面。狗分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哎，我前面打架呢，噼里啪啦的。OK OK， 这个进不去。前方有危险！我路上嘎了。倒了，我这边，掉一个，停了、啊。你他妈自救！什么情况？你少一个人。哦，这还不是一队的，这全面。嗯，少一个，不是面对。没油了，我有一桶，那你上来吧。什么东西？他妈滑板，滑板尾。这里面不，它里面不还有桶油吗？我操，败家玩意儿。够了，我有一桶了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在加油，够了。最后三个不是那个红蹦蹦没人没找到、啊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哥们现在很稀油的，有油我就想去。没事，等到今天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这俩，都没两人头，这不？我怕下车那个给你们挡着，我就转身下车，空中直接撞他的火车。没事，随便打。看到没？那红木棍，然后我就打到。不行，兄弟们，真憋不住了，真要去尿尿。Wait a minute. OK. 加了多少分来？14分是吧？那就是8019。
在等我一个人呢，大都赛。你放屁，在群里面一个人报名都没有，你跟我说在等我一个人，你又想骗我，画质怎么了？极限鲜艳，不对，九十帧流畅鲜艳。赖了赖了，哥哥哥哥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一路向光，无时间的家伙。为什么你鲜艳和我不一样？因为这个我调过的，直播的话我调过那个颜色滤镜的，你知道吧，这样你们看着就会舒服一些。犯病了是吧？哥哥，小哪儿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有树和房子的影子，你把这个关了呀，这个阴影啊，有一个阴影，它上面有一个阴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是阴影来着，你给它关了就好了，好吧，它就没有那个影子了。你看现在都跳不了这么多人，对吧？还好，等等等等，可以了，落地给他们全杀了，一人五个，哎呀，我操，我他妈弹出去了，哎呦，我卡这儿呢，哎呀，没杀，我这里有物资，哎呀，谁把枪给我了？哦，他个一路，我没停卡。大哥的那把枪啊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搁这捡了一路，哇，从门口捡到后门，妈，一枪死，别救了，别救了，哎呦，先救他，我也没被弹，我两把枪没被弹了，哇的天，我从正门捡到了后门，我也没绕了一圈，我一路在捡东西，就是一把枪没捡到。喂，落伞了，落下来，他吃外面了，我的右眼皮怎么在跳啊？我卡反的声音，哥们为了捡枪卡都没捡。还好外面有药吗？有，我有药包，整一个，我下面找一个，啊，我操，
这个第四血了，压上来了吗？我前面速上来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左边，速后。前方有危险。刚才打药。左边，倒一个，倒三个了，对不对？我先救，我先。哇的大哥！哇，突然我真的我要有甲他必死，我突然看到我没甲。我需要护甲。我操！我的右眼皮一直在跳。我需要护甲。I want to die。那就一个人不累。右眼皮跳，大多赛可能得破产。是左眼跳什么来着？右眼跳什么来着？中楼，中楼就一个。我狮子过来了。这前方有危险。我听到一声什么玩意儿？丢了呀！楼里还有两个老六，我操！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兄弟，两个，两个。前方有危险，围墙外面一个，门口一个。兄弟，还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两个被溜了。兄弟，我过去的时候，瞬间四个人给我吓懵了。兄弟，那边怎么说？到底是右眼跳还是左眼跳？要不是我是 UZI， 我这两个你们商量清楚一下。那还有个老六，你们商量一下。前方有危险。好了，现在不跳了。我操！吓死我了，幸亏哥反应快。我就猜到你要说这句话。换一圈外面的。可以，我的反应从杭州带回来了。OK 啊，不管你们跳什么，反正现在不跳了。我操，你去杭州玩的？我先去一趟杭州，又去一趟宁波。花泽鹏，这谁啊？这是，慢点，好熟悉。哎，这花泽鹏好像确实有点熟悉啊，感觉有点似曾相识。花泽类是吗？你说的是，我觉得花泽的名字就很花泽香菜是吧？花泽类啊，那个什么，无锡这边，我住无锡这边有四个屌丝网红，流星花园是吧？是一个叫什么陈总，一个叫花泽类。小恩那边有人，
笨蛋了，还有一个笨蛋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金蛋大手，钢蛋的，外面有个人机声。没救起来，搞这些，啥玩意？我以为他救你，我就还有个笨蛋死了吗？这里都死完了，我帮你打两个人机，五个人机。OK OK。两个，我操！来了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？相煎何太急？Go go go！ 我有伞吧？放了啊。嗯，放。等一下，搜索陈总，不知道。我还真是。走，大母猴，快，6秒钟。我操，来得及，放心，哥们儿有他妈手速。啊？可以啊，大母猴。可以啊，大母，还是大母猴跑得快。手术，大魔猴蹦蹦跳跳的儿，去哪儿？冰雪是吧？冰雪可以去杀一波，还有龙吗？有啊，那可以去杀一下。哎，龙好，龙不在我身上吗？龙在我身上，我记得。龙不在我身上。哎，我有狮子，反正。在飞机头上面，我飞得比飞机还高，那你不拿头撞他吗？这里不撞他，我提前要把路提前打了，再来。行，再来。那我去冰雪道也行，我能看。我操，这个人没撞到他。哎，有人。我以为你说我冰雪有人呢。就是冰雪，从我里面跑出来的。里面没看到。从里面跑出来一个，被我打死了。可能还有啊。这里面了，我操，还能这样走？够小河走。我现在 KK 发财去了。谢谢你哦，带我发财。虽然不这么财，不知道能不能发得成。里面也没有啊。你走吧。我猜测大仓那边绝对有人，那边热门了现在。哎，我操！我这两个干拉的，三个，我操！我俩有人机，我先给他打，赶紧过来，我去了。
没了，我服了。好硬啊，这个人是不是三级响呀？他我知道这个狙，这个大炮是从能从狮子上或者是龙上狙上，因为它有穿透效果。啊！我上次在空投后面瞄的，被他连到弹。穿假弹是吧？我在空投后面也能被连打弹吧？对啊，我上次跟那个车后面好像也能被补。对，车后面也能被补，他也能给你打到狙到头就是。哇，这么猛的呀！这有个新。前方有危险。自身标点。好的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么厉害！那比赛的时候，这怎么把什么？怎么把 B 级？怎么把？我基本上是整两个子弹一样的枪。你打近战肯定还是得哎，宇川龙，前方有危险，让我给他狙下来，你信不信？我听你看你。我一般是 AK 加大炮。这狗回来了，好吓人哟！没有狗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里好吧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，老马啊？哪儿？我们龙头前面，往那边飞了，往外头那边方向飞。这飞哪去了？你们给树林里面藏起来了吧？这大马蜂。哪儿？没找不到，就一个人。外墙肯定是有人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给你打。后面有人。我两楼还有。What？ 你真是有我，你真的是。哎。What？ 哎，完了，我俩是把喷子。What？ 完了。他带我去送。What？ 这个妈的！场面陷入一片混乱。What you doing, baby？ 炸了！你被人开麦嘲讽，真的是醉的，小伙。下次你还是不要开龙了吧，我靠！你每次开龙带我都是白。What you doing？ 我自己却很稳。哎，我那个回头秒他，这狗打打他那么多枪。又到了清风的单词环节。What？ 难受。Oh, what you doing, baby？ 啊 ，doing。真穷。更穷的呀，
一下龙，这不打你。找队友呢，车上还坐一个。冲下来干他吗？你这不冲下来，我也不好干上去啊。那队这么怂啊？怕他们劝架，他们一来劝架我就要嘎了，压过来了。你的家，质量局啊，有20个。对，那个花招盆那队都会玩的。OK OK。哦，又打架了。
我的这队不把你当人了。上面一声过来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应该是那个后玩的。嗯，来一波祸水东引，找人杀呢。哎！那有直接气的，那个队友。前面有个人，前面有个人，伏地魔呢？等他们的队就在干。对，祸水踪影，你成功了这一波。他还在打我呢，你打他们不行。他们那里没什么人的，那一队过去就停了。那现在估计就还剩两个。先杀他们了，哦，他们另外先亲人了，感觉车可以开一下。还剩一个。把吃鸡有点难了。打死了，我估计看看他们会不会忙你吧。人知道我要从哪儿出来，这个可以啊。他就一直趴车等你呢。看一下啊，他是怎么瞄着我的。你吗？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狗东西，你小菜鸡，我操！
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这那个人知道我要从哪儿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了一下他的回放。几号打？二十几号？十九号，我记得是。等通知。我记得好像是19号吧？他应该会通知我的。嗯，他肯定是。OK OK， 你们先搞啊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好的好的。好，拜拜拜拜拜。嗯。这个玩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些人，他这个游戏他玩不起，他非要开点东西给你玩。你看，我估计他们全队加起来没有我一个人杀的多，就刚才打我的那一队。这把要吃鸡的话，能加个30多淘汰分，可惜了啊！多少淘汰分？8044了。OK OK， 换号哈。那个钻粉群扫码，打到了赛了。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，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，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。芝麻干嘛战马战马心儿得高一点啊，兄弟们，六颗心儿，我先上去看看吧。你的等一下要换的话我就换一个啊，等一下他们要换的话。18030，3920，18030，3920，4-1，1234。OK，哎，我操，我混进来了。蛋图人还是清风是吧？嗯，我混进来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好像还没换枪啊，我把房主先给你。你是不是什么小鸟俱乐部羊啊？啊，对，我把房主先给你。哎，你怎么没感情？你怎么回事，何雪儿啊？你竟然跟妹妹对套啊？我怎么了？有一天说嘛，你好家伙，你行，你跟小霸王打，我跟他打右侧，你跟他打左侧，你们哎，对吧？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打谁跟我打？清风跟你打。我跟清风打吗？可以。手下留情啊！一人打一边。报一下房间号，报一下房间号。1803030。1803，哎呦！303920。1803030，1803030，然后呢？3920。等一下，上个洗手间先。跟强哥打很紧张，我要上个洗手间。哇，洗手间都不让上，真的过分。你先去上完回来嘛，回来他的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啊、特种兵。来，小霸王，咱俩先，我报昨日之仇，小霸王。嗯，他上厕所是吧？今天咱就不叫爷爷了，我今天放过你。放过我啊。嗯。我需要武器。纯腰吗？还是随便，咱俩正常打。残了吧？慌不慌？不慌呀，有啥好慌的？蓝队拿下首分。浪一个头。死路人在哪呢？哎呦！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一个人头都拿不到。这么自信？
就往四滴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没事，我先把它拿下。先把它拿下。啊，一个头拿不到。我们俩来吧，我们俩来。开始了。啊，又我跟依依来了，我跟依依来了。我给你来，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你是吧？这个不是我，差点误伤群众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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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左边，你去左边，你去左边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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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OK， 怎么声音好像很小？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枪也来。你在哪呀？一。这天花板好歹是有。怎么？哦，这个是你。咱俩来掏一火锅。这也可以掏吗？OK 啊，来，来吧，来吧。Reloading。来。打枪呀！放水了吧？没有，绝对不可能放水的。放水了。有点感觉。没有。好。上回的三十还没给我呢。哦，这今天没打钱吧？今天肯定没打钱，有感觉。这怎么可能打钱呢？四十啊，上回输的是网卡。牛啊牛啊！我操！不是打妖兽吗？为什么你一直搁箱子后面探头？探头。探头可以啊，但是没开镜啊，我探头不开镜啊。可以，可以啊。Reloading。Godlike。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哎，谢谢。真的。够了，你们玩吧。等我上了分再来。哎呦，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一丝血。来了来了来了 ！Target down。不给了，犯错了。Reloading。No mercy, cover me。Reloading。把那个点一放了，让放你过来，我就打不过你了。这腰可以啊，他竟然找我对头干什么？你是三滴血吗？我感觉中了你好多枪啊。打了一半。依依妹妹，哎呀，偷袭！好败，好败。哎呀，我这都没打赢。Cover me！ 家人们，德军欺负我，家人。小鸟，你可做个人吧，小鸟。今天都上金星以上了哈！啊，家人们，快叫，快叫，快叫别的男主播来给我教训和取，叫阴阳制裁他，叫肠子哥过来制裁他。依依妹妹，你在哪？你过来啊，依依妹妹，在这里。喂，什么鬼？你在喊我吗？依依，来把号给我扫上来，让我上你的号，让我进去。真妈！我不能跟你贴，我靠！我贴了。时间过半，蓝队暂时领先。胖子哥，他们欺合群欺负我。这么忙，把号给我扫过来，让我异地登录。我只能跟你打卡。人呢？给你贴脸我就打不过你。他专门挑我，他专门挑我来捏。妹妹，人呢？跑哪去了？今天都上金星了啊、哦！我小搓一波后腿吧，我上的金星跳起来白给，应该吃那么一把豆子金星差不多吧。蓝队获得半程领先。这漏了多少升位数？半个头吗？半个脑袋。我上的九星可以吗？
他是打错了。依依妹妹在哪？我现在这腰腰不过你，我腰好满呀。在杀我，好吧？你拿多少个头？我拿14个。有两个是别人的。哎，看我！我打错人了，我打错人了。嗯，不是，太乱了，打错人了。我教你一招，你在哪？右手住了。嗯，我。你问。在哪里啊？Reloading. Target down. Cover me. 那么一线的就打不过你呢？嗯？你是打错人了。没有，那听错桌布了。不可以吗？都连上我三次了。Reloading。太厉害了呀！人呢？这个身位啊，控的太差了。God-like。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别乱杀我！哎呦，我可以。Cover me。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Cover me！ 我听的漏多了，对不起。Cover me！ 腰受伤可以。正常的，在哪呢，妹妹？啊，没子弹了！哎，给我枪枪把的一批，这打你背身跳枪都没打死。没有，喂，何泉，有人花大价钱要我报仇，我要跟你对抗。有人买，我又没得分，要取你的命。哎呦，这波没拉过来，我吐了。长子哥，他一直吊打我，长子哥，哦。好，让我来跟他打。他想索我的命。长子哥，他想索我的命。你啥呀？你杀16个，我才杀17个，我还两个人头是小霸王的，我还输了。我索啥命啊？啊，你赢了你还索命？你赢了呀？来来来。都齐了吧？哦，还差一个呢，7个人。三个人，快叫绳子过来。
清风，你觉得我刚才跟你打的时候，我近战的问题在哪？近战的问题，就走位啊。对，我就有点马。走位不能够大。打不打？大招赛差一个，来吧。天麦加力。呀，是不是林夕妹妹的山水素风醉掉了？我才看着，我操！好，那你休息吧。谢谢林夕妹妹的山水素风，谢谢大帅逼的同心卡。换个清新号啊！对，我要换个号。差一个吧。来吧。嗯，换一个。差一个，我看群里他们这些人都不打吗？嗯，战粉群里面扫吧。我近战走位慢了一点，有的时候他转不过来，我讲。你得烧起来，你像厂子哥了一样，我操，厂子哥贼烧。那就不赌外围呗。嗯。你们找个路人呗。他都打单排。云雾来，叫云雾来嘛。睡觉了他。来分个组，二哥呢？你把二哥叫上没？他，我刚才听到他还在呢。他在打，他打单排呢。嗯。摇骰子分个组，来吧，来嘛。来嘛。率先出击。油条没来吗？他应该晚，问一下吧。这个点他来不了。他昨天不就这个点来的吗？昨天是马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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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小崽子，第一。我说我们每次都是一组的。对呀。对呀，对呀。摇骰了，摇骰了，还有谁没摇骰？摇骰子摇。来了，来了。厂子哥呢？哦，来了。一父一母的亲 bro， 没有错。真的，我好像都没有跟清风在对立面过。